带大家看看我们已经有的收藏。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开包乐高最新一期的大电影抽抽乐。欧卡跟查克陪我们开箱，我来摸一下这个是谁，我猜是我最爱的长颈鹿，我来试试看我猜的对不对啊，好紧张啊，是不是呢？嘿嘿，哒哒，果然是长颈鹿，我来把它拼起来。它的脖子好长啊，这样，所以它这个槽是什么？喜欢吗？长颈鹿，长颈鹿，怎么样？全部拆完，我们只买了我们自己喜欢的。狮子、铁皮人、稻草人、长颈鹿。我最喜欢这个，然后我的西瓜也很可爱。